特制的这个卤味。哦，卤味，牛筋的感觉哦。然后还有这个牛肚，烟熏豆皮。哇，这是我们中年人最爱的。嗯，那它跟一般的卤味不太一样，因为一般卤味是会加那种酸菜，所以它加的是高丽菜。Q 弹有劲，旁边还有这个很不一样的，这是小披萨哦，有五种口味，好，有这个鲑鱼口味啊，还有这个蓝莓的，还有这个我们今天有吃到这个樱桃鸭，那另外还有这是芥末，芥末，还有这个是啊，玛格丽特，这个吗？特别的披萨，小而美，小而精致，又很到位。有时候看到那个大的好厚，好害怕，每次都吃不完，然后浪费。这种小打开那个大披萨吓死，这样刚刚好。我想要吃一下这个，这个是熊猫炸豆腐。炸豆腐，黑色的，特别哦。然后他说他加一点特别调制的酱料。嗯，外面什么？为什么是黑的？外面胡椒粉，胡椒粉很养生哎，里面是白叶豆腐哦。但是我没想到一般的那种应该是嫩豆腐，但它用白叶豆腐，它比较有多一点嚼劲，然后有那个豆腐的香气，然后要沾点芥末酱，有蒜香的味道。还有这个也是一个艺术品，这就是花菜嘛，绿花菜啊，绿野菜。因为它主要是仿照外面有那个落叶松，然后做起来跟它一模一样。落叶松，所以你可以在外面看到漂亮的景色，还可以吃到那个哦，就是把外面的那个 view 的景融入在我们餐桌上，嗯，让它整个内外合一就对了，里应外合。哇塞，这有很有创意哎。里面是那种龙虾沙拉哦，你看，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沙拉，你不会觉得你很像在吃草一样，加一点那种润滑感。一般的龙虾沙拉就一坨嘛，对，跟冰淇淋球一样的。它用这个绿色的花椰菜把它包覆起来，放了不同的美感，也是美食，也是一个艺术品。好开心啊！这真的是小朋友跟女孩子最爱。哎，我没有吃过这个哎，它外面那个糖霜啊。烤的脆脆的，然后搭配那个冰淇淋，然后那个香草的那个香气都在那，整个布满了整个那个蜜糖吐司。这间餐厅它没有限制时间，一般你如果来到下午茶都限两个小时，对，都没有，都让你吃到开心。从下午吃到午夜就对了。五月，我说五月吃到五月，没有，我说没有限制时间呢。你干脆住在这里好了啦。对。